我们的小姐呢？二博士呢？在呢。 克里斯先生，我可是等你很久了。魏小姐，你的数据越来越好，真不愧为中山狼的得力弟子。克里斯先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魏小姐 ，X 先生呢？他啊，恐怕您是见不到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跟您郑重的介绍一下，中山狼先生呢，就是我的老公。 我们做生意啊，最忌讳的就是不守诚信。SR病毒抗体的生意我自己会做，就不劳先生您费心了。你以为做了二博士就有用吗？SR 病毒抗体的数据，我早就拿到了。这样子啊。 我想苏珊现在应该已经拿到了 SR 病毒抗体的数据资料了。阿辉，怎么能对克里斯先生这么没有礼貌呢？克里斯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呀，我们在江湖上混，最忌讳的就是不讲诚信。 我已经提醒过你很多次，可是你偏偏就是不听，总得为你的不听话付出点代价。还有你。